七七，记住这个日期，后天你一定要来啊。我听过办六十大寿，七十八十整岁大寿的，六十六岁也算的吗？先生说算就算。程家那老太婆六十六岁生日，你们让我去给她贺寿吗？不干。晚上准备和宿舍里面几个舍友吃散伙饭，七七你留下来跟我一起吧。不了，我和爸妈先回去，你晚上如果酒喝多了，就在附近找个旅馆住下。小九恋恋不舍抓着他的手，今天是两人领证的日子，他更想陪着七七过。许娟也看出儿子的不舍，这样我和你爸先回去，把车子留给你们。小九，虽然今儿是高兴的日子，你少喝些酒，注意照顾好七七。你妈说的对，我们看见你毕业已经很满足了，接下来是你们年轻人庆祝的时候，我们就不搅和了，我们先回家。这下七七没辙了，小九倒是十分高兴。下午有一男一女来学校找小九，看得出来小九很高兴，看来这个人对他来说应该很重要。陆哥，小九先打了声招呼，对着七七介绍，他就是带我入行的人，陆群陆先生，旁边的位是他的妻子顾芳。七七和两人打了招呼，陆群看他一眼，对着小九说，知道你今天毕业，特意过来看看，怎么样，以后是不是就能把全部精力投入工作中了？尽量吧。陆哥你也看到了，我妻子怀孕了三胞胎。惊愕的小九简直好像解了禁一样，见人就把三胞胎挂在嘴边。陆群明显愣了愣，又看了眼七七的肚子，这是好事，那我暂时少安排些工作给你，看情况吧。两人说着话，七七没有插嘴的机会，乖乖在旁边听着。同样的，顾芳也始终没说话，等两人话说的差不多，顾芳才第一次开口，送给你的礼物里面是一件旗袍，不过我没想到你怀孕了，可能你现在穿不了，这样等你生产之后，如果尺寸不合适可以找我改。七七隐约从袋子口看见是樱花粉颜色的料子，镶嵌着金线刺绣，特别精致，好漂亮，我很喜欢，喜欢就好。这个女人可真太温柔了。等两人告辞离开了，七七还在回味，这个顾芳好温柔，好有气质。小九不发表意见，其他女人再如何在他看来都一样，自家的老婆永远是最好看的。本来我一直也在找机会让你认识陆哥，了解我工作的环境和内容，没想到这次他会亲自过来。嗯，这个陆哥看起来很牛，他能特意来学校看你，看来很认可你。小九你很厉害呀。陆哥是我努力的榜样，那你要加油。嗯，晚上宿舍几人聚餐的时候，大家都喝了不少酒，正鹏飞姗姗来迟，脸色也不好，坐下之后直接灌了一杯酒，问他怎么了也不肯说，一顿散伙饭吃了快两个小时。老吴最冷静，帮着七七把小九送到附近的酒店，又赶紧回去饭馆。刚才小九在，我忍住了没说。老吴，我告诉你，孟冉他被车撞，这几天都没来学校，毕业证都拿不到，而且他听力受损，左耳完全听不到声音，右耳听力也只有正常人的一半。老吴愣住，还想问什么，郑鹏飞醉的栽倒在地。隔天六年级的成绩出来，赵小梅全科成绩全区第一，青东被重点表扬了一番，老师们拿了奖金，李校长升职到了中心校，顶替了林副的位置，林副也升职调去了其他地方，七七也彻底告别了教师岗位。妈，你发什么呆呢？你爸他升职了，调去实验中学当校长，就是离家太远了些，一个礼拜才能回来一次，我的工作在这边，也不能说跟着他过去。你爸这个人工作忙起来就忘记吃饭，让他一个人住那么远，我这心里不踏实。七七于是懂了，这就是夫妻之间的牵绊。那我爸怎么说？他就算嘴上不说，心里肯定也是想去的，他热爱这份工作。林母了解丈夫，跟女儿女婿说了一会儿话，嗨，不提这些事，你爸升职是好事，我思前顾后的不像个样子。好了，妈去给你们弄点东西吃，想吃什么？不用了，妈，一会我们就回家了。林母也没留他们，主要还是心里有事的原因。其实我挺理解妈的心情，就像我这个行业一样，最好的发展地带也不在西城，但我也舍不得走那么远。要不回头我和哥再商量一下，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能让他们不用分开，买个车或者挑一个距离折中些的房子，再不然我妈的工作不知道能不能想办法也动一动。两人一边说话一边回了家，没想到家门口小石正等着他们呢。小九，七七，那个小九啊，你能不能回避一下，我有件事和七七说。小九抿着薄唇冷冷地看了眼小石，进屋去了。小石神秘兮兮地掏出一封请柬，七七记住这个日期，后天你一定要来啊。七七狐疑地翻开请柬看了眼，我听过办六十大寿，七十八十整岁大寿的，六十六岁也算的吗？先生说算就算。程家那老太婆六十六岁生日，你们让我去给她贺寿吗？不干。你真不去？能看见程家那个老太婆出丑也不去？哦，你再说一遍。你忘了先生和他妈妈姐姐不对付，所以先生怎么可能好心给程家那个老太婆办寿宴？那你不急早说，我去啊，到时候找个角落的位置吃席看热闹，听起来就挺爽的。那我后天来接你，你一个人去，别叫小九他们。好说。这个七七懂，涉及小九的身份问题吗？那我就先走了。七七进屋，小九并没打听小石说了什么。下午三点出头，两人往阿娟小吃去，小九毕业了，两人也领了结婚证，一家人怎么也要庆祝一下，铺子里这回没人，气氛看起来有些凝重。七七和小九来了，你把刚刚对我说的那些话再对他们说一遍，你看他们会不会同意。说完人就往后边去了，七七和小九对望一眼都感觉到不对劲，
你们先坐。杨大民沉默了一会儿说道，我要和你们妈离婚。爸，你别激动，我知道你们都是好孩子，但我也不能太自私啊。程先生是好人，当年那些事他也是被家里人害了，他这么多年也没找个老婆。再看我，有你们母子陪我大半辈子，看着小九结了婚，大学也毕业了，娶着了这么好的媳妇，我还有啥不满足？我这辈子啊，比别人幸运多了。七七和小九都沉默着，杨大民又看了看二人。七七，对不住了，在你怀孩子的时候，我搞这种事让你们操心。你们别担心我，我能把日子过好哩，家里有地有房子，什么都不缺。爸，你说什么呢？什么对不住？我是觉得你良心太好了。七七就没见过比杨大民更无私的人。你们哪都说我良心好，都想保护我，所以不告诉我程先生的事。其实我也自私哩，本来这事早就应该解决，我也舍不得小九，就想着怎么也要等到他大学毕业，现在看到了我也满足哩。